别在哪里？ Beyond 的生日歌是这样的。果然是跟我哥一个宿舍的。这样的。干嘛？你自己为什么唱歌不下去啊？我希望佳宇哥这辈子再也别唱歌。独特的生日水果。就这么难吃？这辈子不能相信的，就是夏天的草莓。来来，睡觉睡觉，来来来嘛，一口来。就这么难吃？有想法的蜡烛，轻点轻点，把它吹了。哎呦，这个生日好难快乐，它这个都快灭了。刚刚在我视线这边，有一个人把头低下去了。屹立不倒的蜡烛。左手啊，哥哥，左手。左手，啊，这样。啊呀呀呀！行。好可以啊。来，这一次谁忘词？哎呦天哪！这句话好耳熟。来嘛。来嘛。来嘛。错的人，请大家喝水。可以。谢谢张震老师。预定，预定，现在奶茶。别紧张，我从来不翻不下去了。心里想着说，哎，快要结束了，快要结束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真不是故意。兄妹间的相爱相杀，相爱印。高中还玩成功啊？我很专业。来，补妆补妆，快点哦，快点哦。我再换小姐姐就好了。小时候很喜欢。小时候很喜欢在家里搭家的，是不是嘛？小时候很喜欢在家里自己做一个房子，你不会吗？会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有人撤了吗？有人撤，有人撤。好，来手气，手气，手气，准备再低头，是不是啊？生活平淡，我也会一直陪伴，每天对你说晚安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
香虾鹦鹉。哎，这样好累啊！慢，慢点下去。好，慢慢。是你补习，而且我不想让个我不认识的家教来我的房间。我也不想让不认识的家教来我的房间。哦，节奏很难找。对不起，白羊座，慢慢，白羊座，白羊座，你声音大，我声音一定比你更大。对对，开妈妈，开妈妈，就是要在表面上赢过你。对对，你要加两个料进去，我感觉完了。只能拍完这个戏了，天天为我填的，好不容易瘦下来。我只能买了。一般来说要先吃巧克力再吃这个，因为巧克力有点腻。然后呢，你吃完以后你再吃这个，因为你吃比我说好那个巧克力的那个还神。因为我没有想到你要同时吃两个。我想你会有限多一点。真的假？搞啊，我搞不清啊那个。我知道你想吃。哎呦，这一下子我们，哇，我有点感动。来，现在要开厨房区，开厨房区。没有塑料袋。在桌上。Nice。这么过来是可以的吗？哇，西瓜皮是不能吃的哦。谁告诉你的？他吃给你看。喜欢的话自己拿。左手啊，哥哥，左手。左手，啊，这样。啊呀呀呀！好，可以啊。来，这一次谁忘词？哎呦天哪！这句话好耳熟。来嘛。来嘛。来嘛。错的人，请大家喝水。可以。谢谢张俊老师。预定，现在奶茶。谢谢陈老师，谢谢威，阿子前辈，谢谢你啊！你真的是点的后天的，我们来组后天的，来继续做。别提醒他呀，没事，别紧张，我吃完个饭都下去了。心里想着说，哎，快要结束了，快要结束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化妆方便吗？我方便啊。因为他踩的话，你脚。你化妆方便吗？哎，这没有放脚的哎。那没有，你要不要操作？
坐吗？你要不要侧坐？我应该都侧坐下去。你侧坐，上去你侧坐吗？侧坐，侧坐。侧坐太浪漫了，我不想那么浪漫。不是，不是你侧坐。这个老爹我真的服了。啊，等于说我坐这个兜里是吧？啊，对。那个是给汤圆坐的，不是，是段嘉许坐后面，你坐这里。啊，这样。高我上去，他可以放低一点。开什么玩笑啊？没有人跟你谈恋爱，那是谈恋爱之后才这样。妈呀！打你啊！妈呀！刚刚才打，挨打了，刚刚才打了我的脸。你不会还手啊？多大了？打不过来，就刚刚看了三那三个非主流。他们是团体耶。那非主流。我倒是挺好奇的。你待会儿看一眼就知道了，为什么没敢还手呀？那你把脚送到脸上护着，这样牵着上护着，很贴心啊。对啊，往里抱。有这么严重吗？还有，哎，停停停！不是我的意思，是你在讲，我的意思是你
你不找他啊、哦？或者去问护理站或者什么的？对，超淡定，不在乎他去哪儿。对，而且点下去吧。对。这儿会有东西。嗯，东西是纱布。纱布，纱布有管子。我以为你是中正的，就是哥哥妈妈长得一样，就是没想到像纱布一样的。现在连纱布都没有了。对，这个是一个超硬胶，才这种人工皮那种橡胶。这两天你脑子里好像都是在让我吃东西。李普爷爷，我不是他对象，他年纪很大的，都可以当我爸了。啊，好，当爸爸好。什么冬梅啊？马冬梅啊？马什么梅啊？这不一切都好。先泼再说，他泼了你，泼他衣服。我怕把他发型弄坏，但我还得吹。没事，就是他还要泼那什么发型。到了发型的时候，要泼的。然后，我先为泼这泼脸，我先为你和发型先跟你们讨论一个事情。你看我会不会打过去？哎呀，下不了手。他打不去。姿势很挑衅的。你干什么？我的鞋，等一下，鞋没了，鞋都掉了。那些浮夸的表演，嘉轩，嘉轩，拜拜，嘉轩，出租车来了，拜拜。Happy， 要干嘛？那是他先走还是我先走？来了来了。Always 说出来，要记得放回去，不要说出来。发生了什么？Thank you.
说出内心话。always 说出来。所以我要抽钥匙出来。你应该对，你要说开车送我。对，我掏钥匙，我先送你回去。你没喝酒。你坐我旁边一晚上，都到我身上。好凶啊！温柔。没，因为我要讨论一个事情，因为我超喜欢这种，真的假的？啊，本人很喜欢，真的假的？因为我本来就是很挑食，然后我遇到这种挑食人，就觉得，犯贱了，真的是没错，你们犯贱。他开始吗？有了兄弟，他是我爷。这么早就结婚，我估计有这几个兄弟呢，肯定是没有想到我会这么早结婚，是不是？还有谁？我媳妇。我想说，就是。哥，到你表演了。你就上去现唱一首。那你表演了。嗯，他唱歌是真的，来两句。来两句。我不敢听的，我也是。老王有钱。对。一人一支。投到鱼嘴里，然后赌一百块钱。过来。就一个收一个机会。谁嘴里？投在自己。投在你嘴里。可以啊。啊这个空间，我来试试。这干净的我放哪了？真的吗？不会把牙打掉吗？就是这个有点大，我有点那种风险。来呀来呀来呀！我把电影。还有哪个？增加难度。我这，你是蓝空哦。自动接蓝。这么远没有？真的假的？只要你稍微不要太滑就好。哎，好。漂亮啊！不是每天都这样穿吗？今天很特别呀、啊。哪里特别？我什么时候穿过这么暴露啊？哎，我有一个这个波点的衬衫。要波到一起吗？超凹的。换你，换你。哈哈哈哈哈！从车翻过来算了，从上面接滚过来，从上面接翻过来，空翻。喂，把我当司机啊？絮絮叨叨的，好忙啊。他开始吗？有了兄弟，他是我爷。这么早就结婚，我估计有这几个兄弟呢，肯定是没有想到我会这么早结婚，是不是？还有这，我媳妇。我想说，就是
歌，到你表演了。你就上去现唱一首。那你表演了。嗯，他唱歌是真的，来两句。来两句。我不敢听的，我也是。来玩游戏。一人一句。投到鱼嘴里，然后赌一百块钱，来，你就要投到一个机会。投在你嘴里。可以啊。投的不接，我来试试。你要投个干净。这干净的我放哪了？真的吗？不会把牙打掉吗？这个有点大，我有点那种风险。来呀来呀来呀！还有哪个增加难度？我上，你是篮筐吗？自动接篮。扣篮。那扣。这么远没有？真的假的？只要你稍微不要太滑就好。哎，好。刚那个面包吹一下呗，什么吹？吹风机，放到微波炉里烤了。换成换成今天很特别呀、啊！哪里特别？我什么时候穿过这个暴露啊？哎，我有一个这个蝴蝶的衬衫，要播到一起吗？骚凹的，换你，换你，凹到司机了。从车翻过来算了，从上面接滚过来，从上面接翻过来，空翻。喂，把我当司机啊？絮絮叨叨的，好忙啊！上来吧。这突然想到，啊，可是我有，对，应该是有连番的，前面也是。站起来，那你突然蹲下。我没有说什么呢？这个地方我要炫一下的。是有一点是吧？还是很没有关系，这样这样，你可能能起，我是觉得我能起，是能起。你怕什么？你怕我起不来是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
没事儿。刚那个面包吹一下呗，什么吹？吹风机，放到微波炉里烤了。换成换成哥，就是你来颐和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，这种情况就是要先发脾气为强，你来怎么不说啊，就是那这样他就很难讲。哥哥，哎，妹妹，你来颐和了，走走看什么，你来之前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？你也知道的，这个社会上很多人都长得很像，大众脸也很多，所以长得像也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懂懂懂，你真当我是长得是吧？真当我是长得。对。过来。过来啊。神奇的走位。要躲他吗？不来，然后我躲。我我因为最后还有一句，是他追的我。是他追的我。就你们这样吗？就一个蛇这样往里面走吗？是他追的我。撒开了，但没完全撒开。就这种，你知道
去那一刻心动，我开始心动，彼此那么有头痛。你拉手，你刚刚那一刻，那一刻的羞涩，那一刻的羞涩，我都震惊了。你刚刚有一刻叫。我手动脚。我啥？你说刚亲完脸？这糖你是真吃吗？我真吃了。怎么能吃的哑光一点这个糖？很哑光啊。那糖不粘牙吗？粘啊！我就是咬了两下就狂吞下去了，就跟吃药一样。馄饨是成都土话，好土啊，有被土的。馄饨就是一整颗咽下去叫馄饨。糖不粘牙吗？粘啊！我就是咬了两下就狂吞下去了，就跟吃药一样。馄饨是成都土话，好土啊，有被土的。
捆吞，就是一整颗咽下去叫捆吞。牵手还是吃草啊？
手而牵，特别适合演那种，就是很适合演反派。牵手还是牵手？铁蛋还是牵手？啊，牵手还是牵手？抓起来了，抓起来，直接就是没几个。那今天成睡觉了。你刚刚那一刻，那一刻的羞涩，那一刻的羞涩，我都震惊了。你刚刚有一刻叫，我抖了手抖脚。我啥？你说刚亲完面？这糖你是真吃吗？我真吃了。怎么能吃的哑光一点这个糖？很哑光啊。那糖不粘牙吗？粘啊，我就是咬了两下就吞吞下去了，慢慢吃药一样。吞吞是成都土话，好土啊，有被吐的。吞吞就是一整颗咽下去叫吞吞。小玉姐，小玉姐在里面看了，本来是早起上班就不高兴，还看到这两个，说来朋友们的可以。我要是你，我要是你，我就这样上班了，上班了。欢迎收看泰国版偷偷藏不住。改，老外的妹。还有印度版。剪刀石头布，我说我不参加。你们俩是有暗号是不是？对，没有，我们两个是不是隔很近？我们大太阳里不到两点。是啊。其实我都看了。他做太阳。台湾人。台湾人。找乱边。哎，你不能这样一直开始这样讲话，讲话都已经有枪了嘞。就是发现有这个问题啊，那我就开始准时了。那今天再见，就是撞一撞。我想说这个其实很不用卷舌的，有点刻意。你已经卷到那个小小舌头了，他已经把扁桃给遮住了。你那个是大舌头。太热了，怎么说？太热了。对吧？有卷舌吧？放你了，你就是卷舌。饮料怎么还没来呀？你说一下这个。老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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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闹老农。闹老农。刘奶奶。刘奶奶。刘啊，刘。刘奶奶。刘奶奶打奶牛。打奶牛。刘奶奶打奶牛，奶牛挤牛奶。牛奶奶打奶牛，奶牛挤牛奶。是刺猬小子之天生我刺。刺猬小子之天生我刺。刺猬小子之天生我刺。这样说话。陈老师，刺猬啊。我在模仿他，刺猬小子嘛，是吧？刺猬啊。对啊。刺猬小子之天生我刺。小帅帅，我本人就是一个笑话。刺猬小子之天生我刺。就是想要去旅游，想。
尝试一次，体验生活。而且我东西都买好了。上山都没上山。等于说，我跟你说这么久，你还去梦幻城堡。沙滩露营。那就说定了。那就，明天早上起。你好兴奋呐！你好兴奋呐！天哪，好兴奋！已经开了。我知道那个是同学的同学的水饮料。我可以表演这个，你可以先抽出，等一下也要我表演一段肌肉走秀健美选手，我超会这个，哇，简直就是打到我的重点上了。出来了，我会。赶紧去拉我一下，我把你拉出来，我拉你。不痛吗？痛不痛？难不难受？再来。啊！你这个叫一点都不甜蜜了，好搞笑。我会很勇敢，比想象的坚强。即使跌倒，那又会怎样？让你感受一下男友力。刚才，哇，好帅啊！刚才，对，简直了！现在有点不敢控制一下表情。这有啥？啥事儿没有啊？啥事儿没有啊？
我们要清了。有两种，一种是压清了，然后这样打破。压清了。压，还一种是清完之后再打破，哎，遮住。也行。好吧，先来个正经的吧。好 ，Action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李勇，医科大学。板块紧了。锁死了。Action。我别说了。利用这个就进去。那他那个时候是吃的自己难笑的时候，我说你傻吧你。他没有呀，他没有吃饱。没有，他有他吃的自己在那笑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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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什么还要讲出来？我觉得有点不理解。而且没舍得拆穿你。对，你还要自己讲出来，只有我没有听懂。我们去吃，我们去吃好吃的。我们去吃驴打滚。下午可以，不是下午的时候可以出去吃下午茶，下午茶。我们去喝豆汁儿。我们去吃卤煮。那你们想一个，我们去吃下午茶吧。再低一点的，就是你们年轻人，然后。下午的时候会约出去，就像我刚刚吃想吃冰的那个东西。去喝咖啡吗？好，我们去喝咖啡。走，我们去喝咖啡。然后你就说我不去，我想留在天坑。我要姐妹，我就站着要拉。走，去了。哎，走了，走。你才走到那个楼道，有什么可累的？走了，才走几步而已。对啊。好悲催，好就这样，我们试一遍了。我就是没有办法在里面变，是不是？对不起，我也是。我一抬头就看到了，是不是，因为我正在沉浸在恋爱的那个沉浸中，我一回头，一个男的这样。你给我表演一下小心翼翼、很珍惜的吻。也视若珍宝。好好。创作了一段 rap。 Yeah Yeah， 你手里哇，这边还有运镜，哇，这感觉一下来了，我刚刚学到了，还哎那什么动作来着？你唱又唱球不好，做又做球不到，你说你想打 rap， 我看你是个瓶盖盖。你们自己的方言是带律动的，所以你们可以说，就不很奇怪。其实可以。下次给你写一段。哦。你不是都把人家说的字儿？你们那没有自己的爆。可以，真的可以，就听上去感觉就是舒服的，你知道吧？可以的。放和弯儿好像不一样。是一点都不好。哎呀，出大点事儿，哭成这样，你公司楼下你不嫌丢人啊？哪是你同事？哎，他懂事，他在哭，看，快看。我没有。他在哭。没有。快看。没有。快抱抱他，哄一哄。出大事还欺负你妹。好，你们去吧。来呀，你先这样一起做饭吗？我还没吃饭。
烦了，你先把他送回家去。打得很好。那我等会打车，我先走，他没事儿。那赶紧走，我理他。啊，那行，那那你，我操，你让我这走不掉，大哥，大哥，我求你了，行吗？我女朋友，我有点事儿，我求求你了，好不容易，真有事儿啊，好不容易来了，你让我多演两分钟。你给我
吗？你自己为什么要跟他去啊？我希望佳宇哥这辈子再也别唱歌。独特的生日水果。Oh no! Oh no! 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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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就这么难吃？这辈子不能相信的，就是夏天的草莓。来来，睡觉睡觉，来来来嘛，一口来。就这么难吃？轻点儿，轻点儿。把它吹了。哎呦，这个生日好难快乐啊！它这个都快灭了。刚刚在我视线这边，有一个人把头低下去了。屹立不倒的蜡烛。